小，我会读读一读小松鼠画月亮。森林里有一只喜欢画画儿的小松鼠，它在树干上画画，画在树叶上画，还在沙滩和崖石上画。有一天，他看着挂着在天空中的月亮，想要是能在圆月亮上画画儿，哪敢哪敢，有好多。可是小松鼠拄着画画笔，怎么也不够，不到圆月亮，不能在圆月亮上画画儿。他伤心竭力，只是雄县声正好从屋子里出来听了小松鼠的赏话，对小松鼠说，我有一大对圆月亮，拿给你画画吧。不一会儿，雄县神孔屋子里拿出一些圆圆的白白的盘子，一个个有白有亮，雄县高高筑起一个柱，上树重建成旗，一个月亮一样。小松鼠画呀画呀画，在盘子上画，一画上了很多画，有松鼠，有星星，还有雄县和松鼠自己。后来动物画半年都来看小松鼠的画，他们想知道小松鼠怎么在月亮上画画儿的。只见每棵树上都挂着画漫画的月亮，只是它没了一幅画，都稀泥了好多干。最后小松鼠的画半年又得学会了在圆月亮上画画儿，而且一个比一个画的漂亮。小松鼠喜欢做什么？它为什么会伤心？小松鼠喜欢画画，它伤心因为不能在圆月亮上画画。雄县是这样办。
挡住小松鼠的，小松鼠在盘子上画了什么？动物画板，门看了，小松鼠的花儿有什么反应？能从起身，小松鼠拿自己的盘子给他画，他画了松树、星星、熊先生和自己，他没说小松鼠的话太美了。飞机放在深道，我说是月玩得很暗，这样吧，放手机远一点儿。